侧边一下。哎，好。欢迎我们总副总统候选人阿善将军，我们立法委员候选人谢淑雅，谢谢总部欢迎，谢谢你们非常欢迎我们，谢谢总部主任委员，我们的新任主席委员邱华，那也欢迎我们新任总部委员邱华，那也欢迎我们新任总部委员邱华，这么多年的干事是我们金钱总干事丁会长，欢迎我们张其迷张主任委员。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张博
博士马上候选人行政，以这单行政院长的行政，那个时候的话，全国的满意度是最高的，那不满意度的话是最低的。所以这一次的话，尤其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的话，我们云林县我们斗六市，我们有一个外籍妈妈，她生的小孩子是罕见的，这种疾病是见到没有几乎的。哎，院长一知道以后啊，他大概是说三个月来对哈，都把这屋里哦没有办法纳入健保的问题哦，立即马上处理掉。我那时候对我们那时候的行政院长我就非常的佩服。后来有几次机会，妈妈在云科大听到您在讲这个大数据怎么来运用，哇，尤其当年他在讲说，我们的年金不是不可以谈，我们年金如果要做任何的决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善用现在的科技。那个大数据一跑，就看你用不用心而已。可以把那个两端，偏僻的两端，极端的那两端，其实就可以把它找出来。您讲到当年在美国的指导教授的夫人，当年指导教授后来就是被受聘回来了，可是当他这个逝世以后，他的夫人面临到那种处境，真的是爱莫能助。您当年说，您只给他说，丧事办完以后，大概是两个月吧，本来是立即马上要搬家，搬离宿舍。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也非常高兴您愿意然后呢站出来担任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我们大家天下苍生都期待大家对历任的这个以往的行政院长，我们都说您是让大家非常怀念。那再来的话，过来的行政院长，那个呢是孙运璇，大家会认为您未来一定是孙运璇第二。那我们的韩国瑜呢是蒋经国第二，对不对？期待。那今天非常的开心，主要身为候选人，今天您过来我沾着光本来是五五坡哇，今天您一过来的话，跟那一位跟诺丽姐跪下对吧？跟那一位加持，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您，谢谢。接着我补充介绍我们的议会场贵宾在这里看到是云林县议会议员，我们的苏宇山议员，议会场掌声欢迎您，谢谢。接下来要来邀请我们中国国民党云林县党部的主任委员徐宇珍主委来致辞，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徐宇珍主委。我们敬爱我们的副总统候选人，我们的张善政张院长，在座还有我们的谢淑雅，我们未来的地方委员，以及我们的张主任委员，简明清检总干事，以及我们军工教警校后援会的张永田江后援会会长，还有我们的林国煌局长，以及我们的这个荣誉军工我们工教公务人员协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亮亮，还有在座有很多的校长还有各位军工教警校推荐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呢，我想看到这么多的我们中央警察的朋友们一起站出来，大家共同的来参加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座谈会，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三年多大家受够了民进党，尤其是我们军工造警消，让他们没有尊严的践踏，让他们的年改，把我们的可以说是违反诚信，违反这个真的是公平正义的原则。那我想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大家满满的怒气要怎么来去平反，就是要靠自己，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手边的选票。那我想其实我们的张院长他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效率第一的院长。那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有前一个这个行程是在跟毛猪业者座谈，那毛猪业者有提到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当场就已经把他的方案先想好了，未来可以只要他能够当选副总统，我们还能当选总统，他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就来落实毛猪业者的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是个行动内阁，也是个做事的总统副总统，所以在这边也要拜托大家，我们今天难得我们的副总统来到现场，来为我们的舒雅委员
境，我们一起共同目标，就是下降民进党，让国民党来为大家鼓掌，好不好？谢谢今天的一位，今天要来邀请的是我们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院长，来为我们云林所有的乡亲来支持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张善政院长。但是对这个田总干事，对不起，刚刚吃了你夫人的饭，对不对？还有我们的方刘维，一个民间主席，还有我们中华这边的董事长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天很多位第一次见面啊。那个先要讲一下哈、啊，刚才的这个粥米饭，真的比我们这个便当好吃很多了、啊。我跟首长说，如果你要叫我再来第一次跟我讲，你要知道一些礼拜就好了。对，今天我知道这边都是我们军工教推动服务的。我们在军工教推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话，其实非常清楚。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军工教这个整个军纪调整是一个恶化，是个恶化。那个军工教的这个年金调整啊，方向上面。不是不能修，不能修成今天这个样子，修成今天这个样子哈、啊，让我们军工教的朋友啊，第一真的是对考到里头去，第二让我们军工教的朋友对于我们政府没有信心啊，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讨论过程里面，又把我们军工教的朋友讲成什么蠕虫啊，讲什么在吵，什么吵得越凶，喊得越多还是什么，对不对？讲这种话哈、啊。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你这政府有没有血泪，对不对？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情味的政府。我们的军工教的朋友在我们政府服务了一整辈子，然后期待的也不是什么赚多大的钱，就是要一个稳定的退休生活。我们这个都不可能，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民进党政府让我们所有军工教人员非常非常失望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敏感这边怎么，我先讲两点就好了。我知道大家应该会提问的，我先讲两点。如果跟这两点有关系的，等一下就不一定要提问了。第一点呢，大家都知道说他那个储蓄法，未来十年还要每年继续，对不对？砍多少？好像看不到，最多可以砍到只剩下六成，我们的想法是现在砍到什么地步哈，我们那个以后再讲，但是往下逐年再砍，那个绝对马上停掉。马上停掉，所以那个有一个附表，这个旁边里面都第几三十五条第几条，有一个附表，那个附表有那个附表啊，对，那个马上停掉啊。第一点，大家知道在讲什么吗？那个法条背不出来。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军工教这个投资报酬率，基金投资报酬率嘛，这太低了。我要讲说哈、啊，这个我不敢说我都会赚钱，或是我们韩国瑜总统候选人都会赚钱，但是我跟他一起，蔡英文和赖清德比起来，我跟韩国瑜跟他们不一样的说，我们两个都在业界待过，韩国瑜经营北农，绩效大家都看得到，对不对？我从公元2000年到2012年入阁之前呢，我在业界待了12年，宏基公司跟中国公司待了12年，所以我们能共同的理念就是说啊，这个政府啊，不能什么东西都只靠税收，政府手上有很多资源，这资源啊，如果不知道拿出去运用，提政府赚钱的话，那我们等于是手上拿那个金银弹丸倒在倒吃的乞丐，你知道吗？我们拿一个金银弹丸在当乞丐，这个怎么讲呢？拿到这个我们年改这边来看，我们的投资报酬率啊，投资报酬率现在多少了？现在大概两趴。最近几个比较好，我们考试还是成绩哇，好像当年什么功劳一样。我们刚刚讲的故事，有一位已经卸任的国立大学校长，他在回台湾选到这个国立大学校长以前，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教书，啊，当到系主任，后来呢选到中央院长，又选到我们大学的国立校长，后来当国立大学校长，刚好碰到我们军工教被砍这个钱，他当校长其实在国外招募新的这些博士回到这个
非常好的国民大学校长，就教授，我来当教授，就碰到问题。他跟我讲说，他因为曾经在加州大学教过书，薪水每个月都会扣，去做到那个民间那个基金哈、去做投资。然后呢，他有一次那个加州大学会继续寄这个投资报酬率的表单给他。他有一次啊，他跟他说，哇，这个学校把这个投资报酬率的这表单印错了。他说我还很激动的跟打电话还是送 email 回加州大学讲说，你们把这个投资报酬率写错了。他说3.0的投资报酬率你们写成30%的报酬率。学校说没有错啊，我们加州大学投资报酬率是30%啊。大家听听看，加州大学某个学校的这个教授们薪水扣下来去做投资，30%的回收报酬率。我们这位教授回到国立大学教书，想说怎么可能30%，3.0啊，那小数点点错了。我回去问神学校，没有错，30%，就是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投资报酬率啊是太偏低了。所以哈、我们现在啊，这个年金改革这事情，要开源也要节流。节流就是说大家难免要牺牲一下、砍一下，但是开源蔡政府都没有在做。蔡政府没有在做，是因为我觉得说他们没有企业经营的头脑。像我刚才讲的，安徽在北农做过，我在企业去待过十几年。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开源这个想法有想法。包括韩国瑜说我们成立主权基金，3000亿台币的主权基金，就是要去赚海外的钱。讲回年金这边，我们年金这一块的投资到底怎么处理？首先，我们现在年金的这个投资都是由所谓的传统的公务员在搞。我没有讲说传统公务员不好意思，只是传统公务员做这个投资本来就不是专长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公务人员在管这个基金投资，退居二线，只负责监督一线的投资，要交给专业的投资经理、专业经理人去。我碰到一个认识很多年的一个在投资界的朋友，我说我如果把政府基金交给你啊，我说你可以做到多少趴？他说了，他说6%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吗？有教授试算过。这个年感这部分，如果投资报酬率到6%到7%，其实几乎大家都不是，知道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到这个数字啊。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开源跟节流要并重。开源就是说，我们这个基金的运用投资效率要想办法拉高，让大家被压迫的年金要尽量越小越好。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说，不可以再往下去，那个要继续砍10年那个。那个法律的那个表，我们的政界非常清楚，我们如果当选，马上跟立法院修法，把这东西废止，啊，这两项。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让我们去弄到人事马上先执行，后面再怎么样，我们另外一个就是重启协商。我们不只是军工到这块重启协商，劳工那一块问题更大。劳工那方面更大，但是蔡政府这几年只敢动军工教，劳工根本动都不敢动，啊，所以我们在劳工那块，我们也勇敢地面对现实。劳工的那个劳保基金呢，那个在7年就要破产，然后呢，蔡英文在当年上任的时候，什么地方讲过？好像记得说是每一年要填补200亿，结果这3年都没有，然后从明年开始，明年现在选举了，明年才说啊，明年就算填补200亿。根本不够。我们的做法在劳保基金那一块，我们要补1000亿，但是补1000亿，你知道吗？政府预算非常紧，要补1000亿啊，我们政府预算才2兆，补1000亿等于占了我们政府2兆预算的多少？1%，1%。但是呢，我们在国政部门商量很久，我们说1年补1000亿实在很伤，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说2年补1000亿。2年补1000亿，直到7年破产之前呢，能够把这钱慢慢补回去，我们是有限的。那你说那只补1000亿就够了吗？其实不够，后面要做很多措施。今天没有时间讲，今天不是讲劳保，我要讲的就是说啊，我们的政策勇敢的面对劳保、劳工的退休、军工要退休，甚至农渔民的退休都要勇敢去面对。不像我们的蔡政府只对我们最
大家最挺政府的这一块军工教育下属。那个，所以我不是说见到我被黑的很厉害，媒体在查，我不是说我们农民不挺政府，我不是说我们劳工不挺政府，说不要再让他做黑主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军工教育在我们政府干的这么辛苦，你叫我们被这样政府的武装，是这个意思啊。澄清一下，我们的玉林网军不要听到黑我啊。讲到这边，我想我跟大家表达了我们现在政策重点差不多，等一下听大家的意见，是不是我就先报告到这边？等一下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我再进我审核，请大家回答。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副总统，我们的张尚这个院长。那现场我们每一张桌上都有提问单，是否有人有要提问的问题？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吗？好，那我们才同问同答，可不可以？那个提问人是要上去表达，还是那个？那 OK， 那您直接提问好了。那个会检单位提供的。已经写好了，那我们先给我们的院长先看一下。那还有我们好，那这边陈亮良理事长。我们今天我们云林县我们的金工教警消勇敢的站出来，我们要挺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对不对？我们金工教警消今天站出来，我们相信苏阳，对不对？我们今天金工教警消站出来就是要下架蔡英文，对不对？今天跟我们的副总统特别要来报告，所谓的年轻改革根本是一个阶级斗争。什么是年轻？其实它是国家举办的社会福利，它包括的是农保、劳保、医保、公保、国保，这个才是所谓的年轻。这个蔡英文政府竟然把我们辛辛苦苦，我们这些金工教警消啊，青春的付出那么多年，结果把我们的退休金把我们砍掉，有没有道理？没有。所以说，在这边也特别跟我们未来的副总统，我们的张善政副总统特别报告，我想中华民国它最大的精神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在自由民主的架构底下来维持，就是我们的宪政，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我想宪法里面也特别提到所谓的信赖保护，哇，不受敌进攻。那我们很多，你看诸多的军工教警消，他们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付出他一辈子的辛劳，在他解甲归田的时候，在他已经没办法继续工作的时候，结果你们要剥夺他的所谓的退休金，有没有道理？没有。所以说，在这边也特别拜托我们的助理副总统，我们的张善政副总统，特别要报告。其实公务人员退休之前补蓄法，这个法案是在107年的7月1日正式实施。那基于宪政的架构，我是觉得我们大多数金工教都觉得，这个法律应该是从它实施之后进来金工教体系的这些金工教警消，它应该是它来适用。其余的人资应该是要适用旧法，就是我们原来的法律。不然，我们很多已经退休20-30年了，你要叫他
样子处理我们，我们是觉得真的是非常没有道理。刚刚我也偷听到我们的副总统的讲到大法官会议解释哦，七八一、七八二、七八三哦，我想这个是误导，绝对是误导，对不对？对。这个引用到大法官会议解释七一七，他的一个解释的意旨，那个七一七意旨是针对有一些教员，他针对所谓的他的十八趴，他当初有把他的金额降下来。所以说，针对这一部分提起大法官会议解释，那个是没有法言的十八趴，在这个部分，它是基于所谓的国家的公共利益，所以说这个原因而来修改，所以说形成所谓的大法官会议解释七七二，但是七八一、七八三、七八四，这个是有法言的。是由立法院通过的法源，绝对不能再去剥夺这些已经退休的军工会的奖项。你看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他当教师一辈子，当警察的在第一线那么危险，他也当一辈子，结果他的退休金不保。如果法律能够这么不稳定性，那以后台湾真的是大乱。我们是希望未来台湾的法律它有一个稳定性。我是觉得司法院已经形成民进党，他们现在开了官了，已经是亏了啦，没有法没有用，根本都没有听到我们所谓的基层的声音。所得替代率它的一个基本，你一定要年资达到35年，你的下限才是60%。当初中央政府作怪，带头来骗我们基层公务人员，有所谓的55专案，骗了很多人都被骗退休了。他要回任公职没办法跟他安排，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啊，也拜托我们陆总统啊，特别留意。我是觉得这个所得替代率这个部分，这个户表也是一个恶化，不能从75%减到60%，要个案的因个案的特殊情形而来处理。我们能接受的大概是当初马英九总统的版本80%。我们希望继续大家加油，我们进攻价全部听你们，以后当选之后，希望你们听我们进攻价，好不好？好。最后，不好意思，有时间有点长，不好意思。最后我要激动一点，因为我从105年我就坐在走街头，从93我从云林带着19台游览车去台北抗议啊，那一路以来我都在台北抗争了哈，走街头夜宿立法院的。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退伍基金的一个经营效益。刚刚我们副总统非常深入的了解，也非常深入的来说明。我不希望以后我们的退伍基金是我们国家的机器、国家的工具，它只能在股票在大在谷底都护盘，啊，耍输掉那些老人这猪肚小，这是不合理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未来希望退伍基金的经营可以委外，我们可以招国际交，透过政府采购法，我们希望它的经营是透明的，好不好？好，因为我们要占用太多人的时间了，我是云林县公务员协会的荣誉理事长，那我同时也全国公务员协会的当过之前的副理事长，曾经也跟李来希、跟我们吴思华、跟我们的黄耀朗，我们一起走这一条，在93的时候，好，谢谢。谢谢我们陈亮南理事长，他其实也讲了很多我们很多人的心声。那，因为我们现场呢有一位我们蔡家珍校长，他今天知道我们副总统要来，所以他特地呢代表我们退休教育人员要递给我们副总统一封信，那同时也要代表我们退休教育人员跟副总统来做一些交流。我们请我们的蔡家珍校长，好，谢谢。副总统崔立伟，其他的今天晚上，这是我们的新生，我们的一封信，谢谢副总统，谢谢。我对简要的说一下，对，谢谢。各位现场，中华民国派的好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教育人员，今天晚上的代表。平时我刚刚点头，因为心里面真的蛮气的。我虽然手上拿着稿子，但是我不是菜读稿机。好，我说说第一个，我先说我们教育人员的委屈。那不管跟副总统报，我们副总统真的很懂我们，那又美逼长。我做老师，唯一的老师告诉你刚好定是怎么当。当初我课表的时阵，是我公园的关系。经过很长的时间，我们把教育的形象建立起来，结果在民进党的手上把我们全毁了。就是我们的委屈，我们的退休金是在我们政府的制度底下合法领取的。竟然被抹成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人副总统在说哦，一公斤嘛，有五啊哦，这种被抹黑的感觉，我们最懂，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的委屈，那我们要拜托副总统，你们当选之后，有没有机会帮我们用公开的方式帮我们澄清一下？我们不是蚁虫，我们不是肥猫。我们不能带着这种严重的创伤含恨而走。第二，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用这种粗暴的假民主的
近乎独裁的方式来进行运转。世界各国有哪一个国家是安尼做的？无啦，咱啊，咱几代的，太差差哦。好，所以家头行尾都讲，这个年金吼是专门咧欺负老岁仔人的啦。我这点讲非常了解吼。有必要是安尼，站在我们教育界的立场哦。当我们对国家失去信心，这个是不是国家的危机？是。对政府失去信心，是不是国安问题？是。所以拜托副总统，这是国安问题，这是我们的担心，这是国安问题。好，第三个，我们的诉求，刚才我们理事长也讲很多，我说刚才还说。副总统太懂我们了，我的第一点就是说，第一个先帮我们止血，我们的流的血太多了。就我的第一点说，虽然说民进党已经把给世界文案来给我们框住，但是吼，不管怎么了，咱一定会去找到那个解决方案。伊内底有就一条讲，事实要提出检讨会议嘛。检讨会议的方式我们要合法嘛？但是嘛，都能无法无天，但是你可以无法无天，所以我们要合法合宪，开检讨会议来冻结这个替代率继续往下降。来，第二个，安尼好了，一定要修106年一本教育人员退休补恤条例这一本伟大的恶法，这是伟大的恶法哈，因为真的写的太糟糕，太难，对我们的侵害太多了。因为它里面太多的违反法律不溯既往，违反信赖保护，更严重的是侵害我们的财产权。我们没有财产权，就会失去生命权，对不对？所以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非常严重的。国家怎么可以抢我们的钱，置我们的生死于不顾呢？不可以这样哈！啊，第三点跟刚才李长所讲的有一点类似，我们希望培养多段式的来解决这个年金所得替代率这个问题。这个跟刚才讲过，就不再多说。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旧制的恩给制，这是咱因公家更大的面膜呢，国家能够讲话不算话吗？当然不可以啦，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旧制的恩给制的部分应该全部给我们，不可以设所得替代率，对不对？对。好，谢谢哈。第四个是，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多的和相关的团体做一些协商，因为有协商，大家就有讨论，有讨论就比较不会出问题。好，再来。那个事先当中里面有一个提到说，要根据物价指数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适时调整我们的退休给付，这也是对。要不然一个具体，咱都用具体的，当然他没有那么写，还聊聊哈。啊，再来，补习法当中还有一条叫做由政府负最后支付保证责任，这样。今天要拜托拜托，今天要政府要负起这个责任，不可以借任何理由来推脱卸责。啊，第七点，这点卡住啊，你是怎么讲？我说你啊，哦，咱经过调解，叫说你啊是退休金不是年金，这个一定要帮我们证明哈，要把它证明回来哈。再来最后一点，立法点这一点哈。当然，每一年大家都做感动，但是可能跟咱做眷属有关系。咱的旧法内底，万一咱安怎的时阵，是不能咧笑。万一咱安怎的时阵，咱的眷属要做干咩啊？二分之一嘛，古旧法是安尼。啊，新法内底就甲你设计吼，我甲看看咧吼，实在我哪有讲咧？这点可能我们爱考虑啦吼。下到点做到严重，这点是很多人的疑惑。谁可以告诉我们，当大法官的解释也侵害人民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这些受害者怎么办？副总统，我们怎么办？下架参与。谢谢。
简单简要的发言，那我们在最后请副总来做统补答的那个。那现在我们邀请军工教退休军工教协会江永杰理事长，他也准备了很多要来跟我们副总来做交流。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江永杰理事长。咱未来诶，咱中华民国啊，副总统吼，张善政啊，副总统吼，啊，咱这个未来这个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吼，谢淑雅立法委员吼，啊，咱这张启明吼，主任委员啦吼，啊，这里县长副市长主任吼，啊，这里蒋明金啊，理事长吼，啊，各位咱敬爱的迄款副总统吼，营销吼，啊，全体大家慢慢大家好啦吼。我卖讲上一下，因为咱大家拢知影，退休金毋是年金啦，退休金咱伫99年吼，99年8月7日的时阵吼，这里退休法32条就明确规定，咱退休金毋是年金。哦，我直接甲大家讲，咱主要来用的时阵，咱用咱的双票，嘛想用咱的双票来领，来予这里韩国瑜吼，我来来顺利当选，啊，谢主席我来顺利当选吼。在立法院参加总统，为咱来救出这个退休的问题，第一，咱就讲有数字计量嘛。哦，你用的是咱退休的退休啊，未使甲咱嘛，未使到这里退休金，这是咱最强烈的要求啦。哦，那我就是安尼想过啦，吼。退休求职制，我讲我有规定嘛。退休求职制吼，公务员退休法吼，我用这个。包身化，公教人员包身化吼，咱开做领这层保险金，吼，啊，这18%问题吼，咱来用到这里公布来底吼，啊，来到这里退休金的时阵吼，拢来报告啦，吼，甲有报告，况这资料吼，我拢有咱未来副总统吼，啊，好甲伊替咱来利用，你得讲退休求职制啦，无可能讲无改变啦，啊，并无可能啊，这块这里对。这对于经纪人安尼来讲，嘛是咱最后小区一个改变。18%是咱买过一回，但是用18%用咱公布来滴，好，改这我都来提领啦吼。啊，这服务年资，你若服务45年就45年来滴，什么我45年要用35年。好，啊，你这10年条款，咱对人未来不都好有人讲，这10年条款这条件，退休的退休就讲退掉。未使过去了，吼，以用收的新法来做，安尼就好啦，吼、哦、啊。这个马上会议吼，这个报道37条第2项到第3项吼，啊，退休金啊讲啊，在即以调整薪水，咱退休买做个调整，我退休求职就是对未来讲啊，拜托咱这里未来咱中华民国副总统吼。大家这里社区也会吼，在这里欢迎大家共同来，我们必然来听，比方安尼应该这样应该就很公平的啦。我卖工作18%，你卖个十个啊啦？对于这些福利，我感觉讲，我讲你这对于中央各方面啊，啥物啊，你啊用乖算哦，来个投资定价是3万来啊吼，这出来有政府来个补到这样个吼，大家嘛拢强硬有正个，咱这上面都安那讲嘛，卖浪费时间，用新的心度大家吼。在这里双票吼，大家等我，注意列表，用咱的用，尤其咱的公务员来对公务员统来对吼，你做警察来对有这光复来对用这个力量，吼啊行政机关用这个力量来，也蛮服务所贵的吼，对这里社区也吼，啊甲这里共同的当这个议会吼，啊甲这里韩国总统吼，啊来表示，公信力拢无效啦，咱资料哪发到，韩国那都算了，共同议会发到过半吼。阿弥陀佛，你有做这些对于我的开始，好，非常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张善政副总统来对以上我们所有的提问来做一个回答。我们是不是用最热情的掌声来给我们的副总统？谢谢。太好了。退休金的朋友，刚才讲了很多重点啊，那个有的我记下来，我今天不见得100%能回答。比如说刚才，我们陈亮良理事长哈，这个你请大法官解释哈。大法官刚才我们校长也讲到，他现在问题就是说，假使啊，这个大法官也是有侵害人民权益的受害者的，对不对？刚才你答了多少？
害，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上面谁派得上法官，上面要先换嘛，对不对？所以我原来里面讲，请问一下，请问你是哪个部门？那个刚校长讲，我看你语重心长，而且非常用心，会把军工干看成一板一板。那个一直把军工干搞丢，你们被我还有这些人变得那么丢。我们讲一下最近大家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朱启昌，朱启昌就是被抹黑了，是三次。那被谁抹黑？被绿营的网军抹黑，因为绿营的网军想要转向，把焦点从谢长廷身上移到朱启昌身上。民进党政府就这个样子，用我们这些常任的文官当作牺牲品来保他们自己民进党的政务官，就这个样子，朱启昌就成了例子。所以我们大家这次看得非常清楚，我也是因为在朱启昌这事情上面开始在文章里写骂我们这谢长廷，开始引起这个绿营的网军热度，一而再再而最近把我每一句话的这个语病里面的什么用事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去做文章了，就开始特别拜托媒体说你们这次不要再把我曲解。那个这个刚才校长讲到很多建议哈，我觉得这个东西上来执行的一些技术和细节，我们会带回去，能够做的尽量做。这边没有办法一一回应，抱歉啊。那么，这个现在保护人士刚才陈董事长讲的，刚才你自己都回答，就是因为这个司法院都出问题啊，都出问题了。那么，那个另外江理事长，江理事长啊，我这边。这些写了很多哈，这个我也带回去，带回去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大体方向我刚才也都有回应了。那另外有两份书面的，刚才没有机会再讲讲，我这边稍微摘要一下哈。有一位徐月华女士是吧？这边哈，女士哈，对，你这边有两个建议，第一个是现职警察退休年龄希望可以到50岁，因为警察的这个工作非常操劳。所以如果说这个50岁退休，身体健康比较能够保障50岁以后，担心身体会出状况，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我看到警界很多朋友啊，现在都纷纷的延后退休年龄，因为年轻的关系，都纷纷的延后退休年龄。所以我很担心你讲的事情会发生，就是50岁以后，如果说他们是24小时执勤，或是他值夜班，是不是身体会比较的辛苦，最后年纪大的时候就比较吃不消，所以这个我们回去了，会把警戒这一块的这个申请退休员工退休状况了解一下。刚才谢司长也讲说，我上次在云林这边领导时候想到说，我们要统计去分析很多数据，来看看不同的这些军工人员到底这个退休金对他们这样的影响到底是严重不严重啊？那个刚才有哪一个？我刚才听说是个案，也是两个层次，说这首先是要个案处理，我非常赞成这个做法，因为有的人，因为你的薪水跟他们薪水不一样，你在赶这个钱的时候，你要这边赶六成，有人赶到六成，说你已经降到我们贫穷线以下，那种不能把它赶到六成。那有的人如果退休的时候薪水好一点，赶到六成，就到贫穷线以下，就不能这样子一点去办法，不是应该非常同意你的个案处理，个案处理啊。刚刚这位徐女士讲的也是一样，我们警戒这边的资料我们会好好调出来。现在很抱歉啊，我们要调任何政府的资料都调得到，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即使破获我们国民党的立委去调资料，也是破破啦啦，因为他们知道说立委调资料调出来，我们从里面分析出一些资料来做我们选举的诉求。所以我们跟大家坦白的讲，我们现在调很多数据资料。我们自己调不到，网络上面搜寻也看不清楚，然后立法委员跟这些机关调资料都脱光啦，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做一些精确的数据分析来回答说警戒这一块会是否将来有个案处理会怎么样。但是我跟大家承诺，我们一旦上任，明年我已经上任以后，我们绝对把相关数据做一个非常清楚分析，明年年底以前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交代，啊，这一点我来保证。好，
前面这边也是一样，说希望这个连续十年解这个所谓的替代率，希望你们每年能够提高一些薪资，这个变动薪资，然后呢，这个明年一月要选票的时候，同时也要再提高一些从历史那个补回来的对吧？薪资意思，这个我们下回去再看一下。其实老实说啊，明年一月我们没有执政的。啊，五月二十号了啊，所以你这个精神我们也需要带回去，看看可不可行啊。那另外，哪位朋友，这个，你问说军职退伍人员目前与军公教年改不同，这个军职跟十年的减是否也一样，在明年就停止减了？这点我很抱歉，我带回去要查一下。我们在研究这项的时候，已经包括君子先下请求，那你等一下有你的手机号码，我可以用来请我们的投资宣传，透过手机号码给您回复。您如果有没有关心这项之的答案的，也请能把我们的资料转出去啊。那印象里面，我们这次年改制部分，君子的退休这块，我们比较少填过，是因为我们可以分析好像君子这一块问题比较没有这么的严重，我刚讲说对不对？还是会有受影响，但是不像这个公公教这样子。这个我讲不建议请啊，请你马上执政没有关系。其实他军队是军职的年改，他是对现役的军职人员，其实他是对未来他的退休金是有增加的。对，他是帮我们退休人员，退休人员来啊，来补他们的。好，另外它里面有非常严重的瑕疵，例如。我记得跟我同样是上校退伍的人员，他原来的退休后大概少领我10000多块，结果等十年减完以后，他比我多领2000多块。我是不晓得他到底这个基础到底是怎么算的，而且啊，真的非常的草率。了解，这你讲的这个情况啊，我没有听说。但是还是刚同样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要调资料来分析这个问题，要调不到资料。所以我有部分的资料是可以提供的，那你给我一些资料，那我还是刚刚那句话，我们上任以后绝对把这详细资料调出来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我有听说，你也给我一些资料，我们再去分析一下，看最后是怎么样处理比较合适。我们有时间点点提前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好吗？对，好，谢谢。前提是，如果我们都进不了立法院，后面
再多的理想，再多的想法都是零啊。所以现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了解，了解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行动。没有行动，没有进到立法院，什么都是假的。一起努力，好不好？好。